You're sopping wet. You noticed that? You're sopping wet. Oh, you noticed. Thank you. Hey, Rigby. There's only one heart in this body. Have mercy on me. Everyone starts out thinking this is forever. But then things get hard. I can't do this anymore. I have no clue where she's gone. She's vanished. None of us know how to help you. Please stop reminding me that something's wrong. You look like hell. Thanks. Maybe she wants you to go after her. No, she doesn't. Wait a couple of days and go after her. Shut up. I need to try some other version of myself. We'll never get to where we were. Where was that? Someplace good. Everything seems so limitless. It still is. You're the star of my life story.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爱情与分离是电影中历久不衰的讨论课题。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作家陈念轩为我们分享本周新片《因为爱情与第二扇窗》。念轩姐好。你好，大家好。因为爱情很特别哦，因为它是双部曲，有 him 跟 her， 是从男生跟女生的角度来看一段爱情。所以念轩姐喜欢这部作品吗？喜欢因为爱情吗？我觉得他很棒是因为他很真实，然后因为这部电影的制片跟导演是前男友，是前女友，前情侣，对，前情侣，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表达那个最真实的一面，他就是等于是拍成两部电影，一个是从男方的角度，一个是从女方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试图要沟通，因为我们都每一次都是每一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本位主义去看事情，所以才会有冲突、有矛盾、有误会。那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误会，因为我们会去猜测，就猜测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又不直接去问，然后每一个人就盯在那里，然后就开始自己想象，一想象完蛋了，然后就天马行空，就变成另外一回事。然后还有女生就有一个毛病，就是我就偏不要讲要你去想出来对，就我为什么要讲，你就应该要知道啊，否则你为什么要做我的爱人，你要做我的爱人你就要懂我，那就惨了。就还有些事情你一说出口就变直了。对，我觉得这个是最敏感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通常男生都比较不敏感，但是这部电影里面的男生又很敏感。是，对，然后他的敏感刚好跟这个女生的敏感是可以匹敌的，就是适逢敌手，那所以他更会要求他，就是说你在那个细微的地方其实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可是对于一个谈恋爱中的男女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你们很敏感的时候。那还有他讨论到一个外遇的议题，我也觉得很精彩。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人在一起久了你一定会淡，当你淡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疏离，这个疏离感其实对敏感人来说是一个致命伤，因为你感觉得到。那所以那个女生就会开始说，好啊，那你就另外去找一个女的。其实她是讲的时候她是真心的，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真的这么做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他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你，如果你已经对我没有兴趣 了，那请你去找另外一个人。对，就是 be honest， 就是我希望你面对我的时候你是诚实的，你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就是你很诚实的面对我。我觉得这是大部分的女人要求的。其实她要的并不多，包括这个男生很颓废，然后他也不太专心的在经营他的事业，然后就是一个其实毫无优点的一个男人，你跟他在一起你除了谈恋爱你还有什么，就没有啦。所以整部电影其实他就故意把这个生存的条件弄得是已经在那个游走在边缘地带，那所以你就是很专注的面对两人之间相处的感情。哦，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把每一个议题、每一个 argue、每一个争论都逼在那个边边角，这样逼到极致，然后让你去辩论，
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让你去思考，就是男生跟女生应该要怎么相处，我觉得很精彩。嗯，所以等于说你从男女双方的观点凑在一起才能够得知一段爱情的原貌嘛，对对对，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的是立体的，而不是一个片面的。就是你如果诚心诚意要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生活，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你自己的角度，你还要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发生在同一个场景同一个时间的事情，他记得的是那样，他记得的是那样，就是男生跟女生记得的画面是不一样，你事后在回忆的时候，哎，为什么我们两个讲的是同一件事吗？是同一件事吗？我觉得很有意思。嗯，这次其实这部片名也是很明显的在向披头士致敬了，因为他的女主角的名字就选用的是披头士的经典金曲 Eleanor Rigby。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这首曲子啊，他的发声是披头士的那个 John 跟 Paul 他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他们家附近有个教堂，你知道那个英国人的教堂里面就是坟墓，对，就是整个家族如果是在这个教堂做礼拜，所以你们整个家族就埋在这个教堂的后院，所以他们经常就是在那里晒太阳日光浴，然后聊天，然后就躺在坟墓上面，然后就哎突然注意到这有一个女人就叫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就在那聊聊聊，就猜测这个女人的身世，因为她那个墓碑写得满满的，然后还有那个年代就是他们会去观察进出教堂，那个年代刚好是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然后教堂里面都是寡妇失去小孩的，就是那种中老年的妇女，都是表情都是很哀伤的，所以他们就想要写一首歌来纪念这个时代，然后纪念这些哀伤的人，所以就用了这个不小心看到一个墓碑上的一个名字。那没有想到就是当他们写完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后来又这个专辑还卖得不错，叫那个 Blue Submarine 卖得不错，然后又拍成一个动画片，然后就用了整个专辑。整个专辑那个之前呢，他们是找了一个又很巧的又找到一个同名同姓的小女孩，16岁唱这首歌，居然大卖。就整个过程是一个好像是很偶然，但是又很像在对一个时代致敬。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从一个很微小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的存在去看到整个时代，所以它是很宏观的，从很小的事情然后去对应一个很大的时代，我相信这也是这首歌会红的原因。嗯，所以这个 Eleanor Rigby 是由现在当红的好莱坞女星就是 Jessica Chastain 所饰演的，所以她除了演就是 一些商业片，她其实也有在演一些小成本片。对对对对对。所以燕萱姐觉得她这次的表现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们很自然，非常的自然，然后很投入。就是小众电影有一个好处，因为你没有票房的压力，你有票房压力你反而是在演，可是当你没有票房压力的时候，这是一个悖论，你反而演得更好，你已经不是在演，你是在生活，你是在感受，就像他们两个人在互动的时候那是一种感觉，那个互动就好像就是真的，就整件事情是真的在发生，非常的天然，然后很 casual， 然后步调很慢，我觉得那个慢就有一点像一首散文诗的那种感觉，它的画面都是那种很缓慢的。等于说他这次他是用一种很散文诗非常生活的步调来介绍爱情。对，所以念萱姐会怎么样推荐呢？你觉得他特别推荐的地方在哪里？文青电影，文青必看，文青必看电影，经典片。 是对，我们常常就是经常看电影的会有一种 collection， 就是你放在 哪些片是必须要看，哪些是可以错过的。那这个就是等于是文青必看的一个经典，就是你很多年以后你还会去谈论它，它是一个话题电影。就是是你跟朋友相处之间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的元素是很丰富的。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有男女两个版本嘛，對對對，我们两个人喜欢的版本就不一样了。对对对。所以念萱姐觉得因为爱情可以再给我们更多什么样对感情上的反思吗？我觉得你不管有没有谈恋爱的经验，你看了都会有感觉，它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们经常跟人家吵架其实是为了什么，都是小破事，但是就是
这个小破事你的观点跟立场不同的时候，它就完全变成两个三个四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那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一些很经典的诠释，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嗯，每个人都可以就是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它、不仅仅在谈论爱情，他包括他男主角跟父亲相处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你看一直到他长大以后，他才发现他对父亲其实是有误解，但这个误解是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才化解，其实是一种遗憾。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经典的。所以人与人的相处真的很多地方要琢磨的地方。对的对的，因为他给你很多很多思考的细节，很有趣。因为和赖直美他的专长是讲生死，他在说故事的时候没有一个故事是惊涛骇浪，没有，都是很简单的一个家庭生活，可是在那个简单里面你讨论的那个议题都很大，非常的大，就是生命是怎么样经过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俺らには見えへん。見えてるんやないの。京子の母さんって言った神様やろ。神様は死なんねんじゃね。谈另外一部电影，是日本女导演和赖直美的新片《第二扇窗》。对，所以《第二扇窗》也是在讲爱情跟失去嘛。念轩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讲爱情，因为和赖直美她的专长是讲生死、对，因为她从小是跟就是等于是隔代教养，她跟祖父母在一起，所以他的生活环境是不断的有老人走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因为他是在一个小岛上长大的，所以他看到的画面都是很缓慢的，比因为爱情还更缓慢。可是那个缓慢并不沉闷，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看事情的角度，即使是一个光影的变化，那个树影的变化，树跟房子之间的对话，他可以让静态的东西有一个就是用影像去对话，非常诗意，很浪漫。然后他在说故事的时候没有一个故事是惊涛骇浪，没有，都是很简单的一个家庭生活，可是在那个简单里面你讨论的那个议题都很大，非常的大，就是生命是怎么样经过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然后即使在这么小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一些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在相处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我就觉得和赖直美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我觉得她也应该是一个巫女。对，讲到巫女，那一定要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它是发展在琉球的安美大岛嘛。对，因为琉球也有那个萨满，就是很多的有原始的那个部落的岛屿，跟包括非洲，包括中国的东北，然后西藏都有这些萨满，新疆也有萨满，就是萨满就是一个崇拜大自然，山也拜，河也拜，然后树也拜，然后包括在贵州还有拜树神的，就是在如果这个树的那个年纪够大，像这部电影里面那棵树也有四五百岁，对，就是好大的一棵树，然后这些巫女就会跟树对话。就他觉得这个树一定有一些声音，跟风的关系，跟时间的关系，跟太阳的关系，然后包括它的气味都是一种对话。然后这个对话的立体空间就好像那个星际效应一样，第五度空间。我就觉得哇，他好有想象力。我觉得很多导演啊，可能是外星人，不然就是巫师。就他们可以把这个想象的空间非常的立体。
然后让一个生活中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很丰富，就是即使他们一家人，就是他有一个很漫长的画面，我觉得那个画面太经典了，就是妈妈已经快要走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女巫，嗯，然后这个女巫，他们的女巫是世代要交替的，就是她是有传承的，就是你从事这个工作，她就永远是你的工作，而且你要传给下一代。那这个女巫呢，当她在跟生命对话的时候呢，她的生活其实是跟一般人一样的。那他们家就会有一个画面，爸爸是开一个小咖啡馆，然后他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照顾妈妈，爸爸就会想办法让这整个空间让妈妈很舒服，让妈妈从医院回到家，然后他们就坐在那个房子就很像那种日本式的，可以把那个木门打开的时候就是开放的空间，然后就好像坐在那个长廊那个边边，然后就可以迎着风，然后跟那个树影对话，然后一家人坐在那边很舒服，然后那个女儿就像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妈妈聊天，然后就很自然就会把头放在妈妈的身上，然后妈妈就把爸爸叫过来说你的也借我靠一下然后爸爸就说我真羡慕你们两个说我没得靠那整个画面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什么都没有，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有了，嗯，就是你会想到一件事情，人生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嗯，因为他的幸福度是非常饱和的，非常的饱和，就是饱和到让你觉得其实我们要的东西并不多，嗯，这就是我觉得很多导演很了不起的地方，是就看第二扇窗可以感到说它的山啊海啊树啊都有灵气，它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看到的世界是很大的，不会像我们平常看到的世界好小，好像就是你有那种窒息感，嗯，即使你是在马路上面没有人关你，你都会有窒息感，可是当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宇宙，嗯，就它的宇宙观是非常的开阔的，嗯，视野很开阔，是你也是顺从的这个大自然的律在走的嘛，所以第二扇窗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生命哲学课，经典电影，对不对？文青片也是文青片。念轩姐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有关于和赖直美她的哲学观呢，或者她的、嗯对他，大家都说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东方思想，但是也有西方思想，嗯、对不对？嗯，关于爱情的这一块，当你很达观、很豁达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东西方的界限，它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就是一个人，回到人的一个基本的、最基本的面，就是一般东方人可能会受礼教约束，可是因为他在小岛上面，然后他又有崇尚自然的信仰。当你有崇尚自然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你会随着你的直觉跟着大自然的律动，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你就会很真诚的面对自己，面对别人，在那个情况之下，你面对的爱情就是很 open 的、嗯、是很开放，你会以为它是西方的，其实它是很原始的、嗯、包括所有有原始宗教的，比如说那个泸沽湖，泸沽湖不是有那个走亲吗？晚上的时候去敲扇窗，你就可以上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爱情纠纷啊，或者是什么你爱谁你就去找谁，你不爱谁你就离开他，你搬到他家就结婚了，你搬走就离婚，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他很西方，其实不是的，他是很自然很原始，嗯，所以念轩姐会怎么样推荐第二扇窗呢？你最喜欢它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我说因为爱情是必看片，那第二扇窗是经典必看片，嗯，因为我觉得和赖直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嗯，他应该是我以前最喜欢一丹十三，他应该是一丹十三之后最了不起的导演之一，他是第一部片就在坎城得到注意了嘛，对，然后连续五部电影入围坎城，然后有两部还是三部拿到大奖、嗯、而且拿到评审团大奖，第一次就拿到金摄影 奖、嗯、所以我觉得虽然坎城越来越商业化，可是对于一些、嗯、有才华的导演的支持是力度很够的，那甚至于他拿了两部奖之后还变成是评审团的评审之一，所以
如果坎城对他的履历是这样，你就知道他的实力在哪里。嗯，那他绝对是一个经典收藏必看的一个导演。嗯，今天非常感谢念轩姐帮我们介绍本周新片，谢谢念轩姐，谢谢。谢谢。Want to hear the second most annoying sound in the world? Sure. Yeah, that's pretty annoying. No, not that.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ringing our doorbell like tha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at. I came to tell you something is coming.电影《出埃及记》《天地王者》描写以圣经为背景的史诗巨片。This is about Egypt's survival. Do you understand? Who has been telling you this? God. 蝙蝠侠克里斯汀·贝尔这次也摩西，他率领600,000奴隶逃出埃及，反抗法老继承人拉美西斯的迫害。We're going to recapture 400,000 slaves. We're not recapturing anyone. 电影先进的 3D 特效再现摩西开红海以及致命瘟疫的可怕情景。史诗巨片过后，再来看经典笑剧《阿呆与阿瓜》见招拆招。Butthole, I found him out in the alley. Why'd you name Butthole? Because of this.Oh yeah, good name. Totally fits. The postcard from Freda Felcher. Harry, I'm pregnant. Please call me. What do you think it means, Harry? Floyd, I'm gonna be a dad. Ah! Look at the postmark. 1991. I had a daughter. I gave her up for adoption. 金凯瑞和杰夫·丹尼尔再度搭档抛小蛋。What if we go track her down? You're hot for my daughter. What? Am I right? What? Am I right? That's insane. Want to hear the second most annoying sound in the world? Sure.阿呆与阿瓜意外获得上亿财富，不过这笔钱财却为他们带来超多无厘头笑料。喜剧之王再度发威，千万不能错过。Whoa, check out the hotties at 12 o'clock. That's 3 hours away. Why can't I check them out now? 接下来电影《爱情出现过》，两位性格迥异的老夫妻蓦然回首，回忆当时相爱的瞬间。Ognuno ha la sua storia. È omofobo. Che vuol dire? È anche razzista. Che ne sai? Lo so. Tu non mi sopporti, vero? 意大利名导演以爱情和友谊的题材探寻相爱的老夫妻，从性格、人生价值观、交友态度都截然不同，又是如何看对眼？阳光与海水交织的意大利风情，衬托电影苦涩与甘甜的爱情。Ciao. Ciao. Io ti giuro che anche se lo amo non mi metti in mezzo. Io ti amo, Antonio. Dal primo momento. Io ti amo per quello che sei. Non ho mai voluto che cambiassi. 以上是本周新片，祝大家周末愉快。Says here your most recent place of employment was Red Lobster. Kind of padded that one. Have you ever cared for someone suffering from a major degenerative illness? Not really. Okay, well, it was young lady. What did you mean by not really? This woman is a nightmare. Go! You're actually responsible for another person's life. She doesn't make me feel like a patient.I know that it's important to you, but I just want to get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